土掉。哦。土光。好，可以，可以。好痛。需要内瞬间哈，来换另外一边。Q Q。不要动。好，欢迎收看《武当》，我是亚当。我是美咪。美咪。美咪。你我林子，你很有意见，你每次不是、啊、是你的发音有时候美咪。美咪。然后下面美咪。我美咪。可是都是 M 不错，所以今天是怎么样？今天是真的是我的大宝贝来。你的宝贝？我不知道。今天是跟我超级好的朋友，然后刚刚开始才3个小时。哦，蛮厉害。对啊，欢迎我的宝贝。超白，我喝白白，哦，看起来大哥，跟我们一样白，对，真的。他现在在每一集都要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，真的，真的越喝越白。所以他今天最主要从那个彰化杀过来的话，对，要好好感觉一下整部。对，没错。他之前有整部过吗？巧虎算吗？你说在外面给他翘屁股部分，翘屁股是怎样？我以为刚刚听的是接生，对，我们都还没生，抱歉。所以变成说那时候阿姨是跟你讲，反正都弄，那你自己觉得有没有差别？没有，就屁股很痛，就只有痛，对，没有。然后好像骨盆也没什么变化，因为他难得从那个彰化开3小时，哎，对，他应该都酸痛嘛，那好好听彰姐。那在这开始之前，我要帮他先看一下他现在目前哪些角度可以做到。在角度做不到，我尽量帮他调。好，那身体一定要检查一下嘛。对，就是说我们看看它的差别在哪里。麻烦先帮我翘一下右脚。好，你现在这只右脚，因为我们之前都会按一些来宾的脚嘛，你按看看，还 OK 吗？你看他身体这边还没有变，来，麻烦翘左脚，你会发现很明显高，高很多这只，对吧？所以我如果这个高起来的情况之下，我只要压它，你身体就往旁边，有感觉到吗？理论上这两边要平均啊，我觉得我们看一下他仰头，你现在就单纯的帮我头往后仰，我觉得可以。他的状态很好，他其实状态真的蛮好的。那我们就先过去了。好，走吧 ，baby。来，我们先看一下身体，帮我往下摸，看可以摸到哪里。先这样，记住大概是这个。这是指尖。都看完了。Yeah。 自己知道，大概他的状态还不错。对啊。的话，反正就是来踢馆的。是不是来踢馆先说？亚当对我不好，所以他来踢馆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，你帮我趴着。好，对。来借我一下哈，这两只脚我同时往下拉，哦，会有点不一样。它的差异呢，我们可以再确认一下它的触感，这边的感觉是不是硬的？对啊，硬的。这边是不是比较软，可以陷下去？这就是有一块东西。借我一下哈，我跟他讲讲，你会有感觉两边的差别。差不多，好像它的东西，像它的东西原则上没有什么差异性的话，马上有感觉，有变太慢了，它的反应会不会太慢啊？右边比较酸哎。好，那我们再感觉一下可以吗？那我们那个机子给它等个。对，真的越来越痛了，我的右边。我不知道怎么接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我是认真的。好，那我们慢慢的，好吧，我把它放慢，还没有到速的，来接一下，一模一样哈，我再压下去，这边跟这边。但是鬼听到了，是在跟我讲话吗？对了，对了，你知道还有谁？你说你再换一次、啊。好，那我们先帮我先帮他调这边好了。好，来借我一下哈。好，所以这一块香蕉不好打。所以通常有用吗？等一下有用。但是我虽然我们在开玩笑，但是这个目前呢、啊，我必须讲，就是一定要松开。你不松开，它永远堆在那。这样可以接受吗？我慢慢发现他的速度那反应越来越快。好，来帮我翻过来，正常哦。好，那我们先看另外一个地方，你自己可以看得到的。我们看一下这只脚可以很好推下去，这只脚卡住了，所以当中手这个地方会卡在这里。哦，会有一点感觉比较硬。对，有感觉吗？这边。脚帮我放轻松哈，可以借我一下。好痛哦！等一下，好痛哦！他是完完全全的彰化人的代表。现在还会不会痛？他现在不会。就那一瞬间嘛。对。好，来，有点恐怖。来，脚借我。来，我们刚刚不是这只脚卡住吗？来，我们再看一下。哎，顺了。另外那边分开。对，
能会换这边比较比硬要比的话啦，对，硬要比的话，对，哎，像这边比较顺，比较顺，对，所以你自己卡了，对啊，对，谁会知道啊？对啊，有道理，对啊，那这借我一下吧，帮我感觉一下，有时候在家里其实可以做一个拉的动作，自己拉吗？你帮我，哎呀，我有默契哦，谁会自己在那边卡完？没有，因为有时候你在做，就像你在说做瑜伽的，有时候去伸展拉筋啊。煮掉，哦，土光。我刚刚把你的腰处理之后，它这边的柔软度会再更软。哎，有哎，有哎，哎，有哎，它基本上没有什么阻力了，直接压到胸部了。对，就是不会那么 K 了。然后可以不要动它。好，我先让你知道一件事情，这两边摸起来感觉不一样，你自己摸摸看。虽然你反应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变好。摸不一样部分是，你会不会觉得有一边比较紧，或者是一边比较松，还是说两边你都摸不出来？嘿，对，都摸不出来。我现在往这样带，是不是很轻松可以看到地板？嗯，没有什么问题吧？嗯，接一下。这边不行。哪边不行？这边比较卡。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自己有感觉到哦。好，不动了。可以。好痛。就那一瞬间哈，来换另外一边。Q Q。不要动了。好，你现在自己觉得有差吗？我要动一下吗？你可以动啊，没关系，你自己觉得有没有差？哎，有哎，看到哎，哦，这边可以。那我们身体都调完了，嗯，可以吗？感觉可以吗？可以。轻松吗？轻松。那我看结果喽。好，好不好？我们刚刚翘这只脚会卡，对吧？对。来，你先帮我翘一下原本这只脚。好，嗯，这边没问题，对吧？对，这里没问题。来，帮我压一下，再确认一下，这边都有弹性，然后换这只脚。还是偏高一点点，但是有一个优点是它现在比较不会晃，不会，有发现到吗？对，这个东西只插在肌肉部分，你再把它多放松一点，它就 OK。我先把它卡的地方处理掉，嗯，好，让它不要那么卡。那我现在没有压它的情况之下，它是自然而然可以再往下压一点，对吧 ？OK， 所以这两个角度是有差的。嗯，你现在呢，轻松的帮我挺胸，轻松就好了，不用很刻意。你有发现它的腰部好像在弧进去一点，感觉背就是瘦，它会比较轻松的挺，你觉得会这样很刻意吗？嗯，我正常哎、欸，很正常哦，嗯、这是他的刻意是这样吗？不需要到那样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大家都挑衅。好，那我们再测最后一个部分，来帮我仰个头，看到吗？可以看到哪里？看到你。好，让边。哦，他的角度其实原本已经算不错，他现在可以更好，更棒了，那更柔软、嗯，那我觉得这样挺棒的。OK， 这样行吗 ？OK 吗，宝贝？脖子变很松哎、欸，爽吗？嗯。OK， 那我们好了。你怎么感觉好像在抖弹跳？你手为什么要抓那么紧？真的很爽。你是去哪里啊？因为刚刚都跳完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脖子很明显，就是有比较松。嗯，对，就是那可能因为我真的平常都是坐在电脑桌前，对，然后就一打就打好几个小时，所以这边真的会比较僵硬。对，这是最明显的，对不对？嗯， okay, 最有感。跟你之前做的那经验。有差吗？之前的话就纯粹就是痛，跑皮痛。好、哦、像我之前那一次经验过后，其实我对于整部其实非常害怕，所以只有那一次经验而已。就是真的已经比较轻松了，嗯，好不好？那我觉得回去最主要一个根本的问题。